只有知道了行至今天的路，我们才能更清楚走向未来。在今天，我们是如何把一件事情弄清楚的？深入前方，现场多贴近一寸，真相多逼近一分。保持敏锐。刚才我收到一封邮件，是一个父亲发来的一封爆料信，他儿子在互联网平台借钱打游戏。收到的类似的这种爆料的案例挺多的，那我们就分头去采访一下吧。多重手段深挖。教授你好，最近几年消费贷快速膨胀，居民还有进一步加杠杆的空间吗？央行在这方面有没有全口径？多个信源求证。客观公正，不损公利私。70%的比例交给捐不轻信盲从，不遮掩粉饰。它这个石头都会掉下来吧？你挤呀，而且起尘就是了的，骨头外面就是高。等于说是毁坏了一个。铭记昨天，关注被忽略的群体，打捞被遗落的历史。动若观火，逐字逐句做梦，逐段逐篇切磋。专业支援，让真相被记载，让声音被聆听，让未来被发现。坚持用报道说话，经得起时间检测，只站在离事实最近的地方。以专业力量把握当下，连接未来。专业连接未来。